朱棣明，亲爱的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感谢在清早的说中，我们领受上面的话语，帮助我们一天中进入生命中的侍奉和生命中的得胜。阿门。使我们在这一天中，无论做任何事情，使我们不再被这个事情所困扰。而且能够单单的仰望神，在眼见的事物中能完全的得胜。你把今天的聚会啊，今天的聚聚和这个时间中进入交托，都要按时分粮降玛纳，养育你们的灵的生命，使我们的里边的灵人越来越健壮，使我们的魂要完全被圣灵浸透，越来越被圣灵掌控。使撒旦魔鬼在我们里边没有立足之地，我们不再受外界的环境的搅扰，而要能够胜过试探。我感谢和赞美，这个时间中，总要捆绑一切黑暗权势，在听到中那种搅扰，让我向人感谢和赞美。如果你开了我们心窍、脑窍，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5章，不是25章，26章，马太福音26章31页。这段圣经是讲耶稣啊，他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顺服神，他要走向十字架之前，不准备读经。那时，31节啊，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主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认你，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米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他就稍往前走，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进行片时吗？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又见他们睡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于是来到门徒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阿们。感谢主。今天讲啊，为啥说你看、啊、这个神要击打牧人啊，这是啊圣经里的预言，他要他必须要应验的。为啥要击打牧人呢？我们看到现在啊，教会中很多都领袖带人，现在呢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原来呀、在信耶稣的这年间开始都很大，没有大的风浪啊，都很顺畅，家庭啊，包括工作儿女啊，都挺好的。从信仰那天，有些个疾病，有的是都得医治了。可是现在发现啥呢？不但自己也有病了，或者环境变了，而且家里的儿女呀、包括和你关系不错的，包括这个亲属。啊，他都出了问题。为啥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啊，圣经说，牧人被击打，羊就散了。啊，最近有个姊妹在跟我交通说，这个教会啊，信了这一年，你看教会这个牧师啊、长老啊，这家出了问题，不说。长了这样的不好的病，这咋都有病了？这神都不保护了你。可是现在祷告不得是祷告，那祷告神咋不听呢？那开始那时候祷告神推听，现在咋不推听了？这把神信没了。我在前十多年呢，在听牧者来讲道的时候，他说不是祷告的问题，你们要听到。可是有些姊妹弟兄啊，就不会了，说那个是祷告啊，是不祷告啊？你看。平台有的牧者他在讲十字架功啊，他说你那个祷告就是满足你的肉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在十字架上成了，你的问题都握在神的手，圣经说你先求神的果，神的神必把所需要的东西加给你，说你没求之前吧，神都早已把这事儿吧都给你做成了。啊，还有那圣经说啥？你得报是你不求。那既然预备好了，那啥事儿都预备成了，那他还用说不求了呢？所以就是，很遇见很多矛盾。可是还有一点啥呢？有的啥呢？光讲这个啥呢？这个苦难呐、环境啊、拆毁破碎，而且啥呢？却反对啥呢？说方言呐、看异象啊、生命出马，所以说这样出现了很多矛盾。他说他的对，他说他的对，特别有些个发现啥呢？这个牧者又出现问题了，家里出问题乱了，认为啥呢？他犯多大的罪了？他错了，
再就定罪他。神呐、啊，这年让我经历中让我看到这些问题，同时呢，神也帮我去醒悟。其实咱们信仰它是个全部的信仰。那为啥今天呢？这些姊妹啊、弟兄啊，包括教会牧者出现这些问题，啊，今天呢，神透过把这些问题一一的给你们解开。咱们的信仰它并不是一步登天，但是从信仰那天开始，一是，信仰一是完全在宗教里，就是在守律法。第二啥呢？你已经受了圣灵啊，就是领受了恩典，领受了恩典，它里边有神，完全在律法里边它没神。可是今天我们很多姊妹弟兄他已经啥呢？他里边有神，或者啥里边重生了，因为在2000年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就是在2000年在十字架上神都做成了这些问题。当那个就是那个灰幕幔子裂开的时候，就人和神之间的隔墙已经拆毁了。人和坦然无惧的能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信耶稣那天开始，我们就和神完全恢复了关系，我们就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当始祖犯罪以后，人就失去了权柄，管理万有的权柄。魔鬼呢，却不让你知道你有权柄，总认为牧者有权柄，我没权柄。这样天天的把你圈在罪子里，而且啥呢？自我的捆绑里边，总认为啥呢？我什么都不能，这是一方面。他就天天呢，透外在的环境引诱你，让你犯罪。人一旦陷在罪里头，就失去了权柄。今天让我们知道啥？咱们信耶稣哈。真正的认识神以后，真正的遇见神以后，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夺回来了。因为始祖亚当夏娃吃杀手犯罪以后，人的神赐人的权柄就失掉了，魔鬼掌控人，人就没有权力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万物不为人效力了，包括天地万物。因为亚当夏娃原来他在伊甸园里，他管理万有，就是管理着万物啊。你像那个这些个昆虫走兽都是他起的名，因为那时候他有权柄。你看现在，包括宇宙啊，包括这个大自然呢、混乱。他不为人效力了。你看看这个庄稼呀、你看看有病啊，所以说动物啊吃人呐、就是互相都是征战状态。啥原因？因为人失去了权柄。今天咱信耶稣以后，神已经把这个啥呢，把这权柄已经恢复过来了，但人却不能确认，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那我们今天的人吧，是以马内利，我们拥有上帝赐我们权柄，管理万有的权柄，征服世界，征服自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地位。那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本来神都给我们预备好了。那有的姊妹弟兄在问我，哎呀，他说有的平台也是个不祷告，说是不祷告，有的呢他说祷告，有的说认罪，有的说不认罪，那是认罪不认罪，祷告不祷告啊？为啥现在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说当时耶稣，咱们从圣经角度看，耶稣呼召门徒，让他们啊，不是，他们就舍弃了他们打鱼的，就舍弃他们的工作，就跟耶稣走了。一，为啥他们能耶稣呼召他们能离，他们能放下，这就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当始祖犯罪，人都被这万物捆绑，人生捆绑，人放不下。因为人看不见神，当神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这个所有的捆绑就放下了，他的眼睛就定睛在神的身上。啊，这个不是一个啥呢？不像咱们说是一种啥呢？是一种激动，或者是一种高兴了啊，他就放下了。你看那以利亚呼召以利沙，是吧？本来他是个农民，他就能把牛杀了，牛样子烧了，就能跟着走，是吧？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大能临到后，人得释放了。因为人受啥捆绑呢？地土、工作、金钱、儿女捆绑。啥叫捆绑？就是他在你的身上，你放不下，这叫捆绑。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哎，你这个，哎，这个啥，他就脱落了。那有些姊妹说，弟兄说听了道以后，我的想法就没了。哎，这叫啥？这叫脱离捆绑。甚至有的睡不着觉，听了道以后他能睡着觉了，因为啥？记不着，他意念在里边捆绑他。哎，所以这是啊，呼召门徒以后，门徒为啥他能够放下他的打鱼呀、渔船呐、啊他的工作，跟着神就走了。虽然他们能跟着神走了，但是他们还是处于啥呢？他里边没有得到啥呢？更新。他只能啥？是个啥？是个孩子一样，他在吃奶。你看耶稣和门徒在海上的时候，海上起了风浪，门徒开始摇橹，在耶稣睡觉。当海浪这个水要满，这水要满船的时候啊，风浪大的时候，后来门徒喊救命，其实这也是一个祷告。因为它里边啥呢？没有得到更新，里边还有一个啥呢？人，就是人的东西。虽然他们脱离了捆绑，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更新，还是个啥？还是个孩子一样。这耶稣呢，在外在中成为遮盖，成为他们的保护。那今天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我们地土，我们包括儿女，就成我们里面的背景。但神呢，他也是我们的遮盖，也透过牧者来遮盖。但咱今天信了耶稣，圣灵已经进咱里面了，咱却不能确认确信。那为啥咱们初期信仰就信仰以后啊，他就非常好呢？咱初期以后，咱主人改变了，啊，就是里边重生了，神就在外边也保护你。你看，咱初期信耶稣，自己没说过去开始信耶稣，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就是自己个家庭啊啥都好。虽然那孩子啊不信，他也挺好。啊，地图啊，包括做啥都挺顺利，非常好。这啥？这是一种啥呢？婴孩的过程。哎，所以说开始啥？一个婴孩，他就是要，他也不会啥呢？他什么都不懂，
他就是那药，就知道。你看那小孩啊，哎，那小子他没啥事，他就啥，就是吃，再不就玩，再不就淘气，再不就哭。他不知道啥呢？人生的呀，生活中的啥呢？这个艰难，包括就是人生的啥呢？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啊。他一天呢，就是玩哭闹，再不就作过。哎，出来看别人孩子有啥，他就想要。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婴儿中像啥呢？就是个啥，就是在你看看，有啥问题啊，就找神呐、啊，有啥问题就找神，就啥就这就是初期的祷告，就啥就是为了要，有的要恩赐，有的要能力，啊，有的要啥呢？有个好工作，有的要找个好对象，有的要发财致富啊，就要这要那的。过去在释放中啊，有个从大石桥来个姊妹，她是我，她就要啥要讲道，那她就想给她讲道能力。啊，这是个婴孩的过程，就是啥、啊，就是祷告，就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思维啊，就是以人为中心。特别很多姊妹啊，想可以身传福音呐、啊，啊，他也紧实啊，要啥要能力，哎，想他先讲道，那啥，为了服人，为了让人，为了得人。至于啥叫生命不生命，他不懂，这天天喊生命，但是不知道这个生命啥。那圣经里那讲这个神的生命指啊，就指神的神的本体，就圣灵说的，这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边，和我们里边上帝给人的啥一个原道，就是原来的我，结合在一起，那叫啥灵人。但始祖没有犯罪之前，我们里边一个我，就是良心在里边，他已经倒了，或者说死了。今天在信耶稣以后，他又重新活过来，他和我们遇见的神结合在一起，啊，就是灵人。但有我们里边这个灵人，他受外边人的标、人的想法、人思维他捆绑，出不来，突破不了，这叫壳子。所以今天呢，为啥是要击打牧人啊？就是要击打这壳子。咱每个人都有壳。当始祖犯罪后，人就有啥？活在那种捆绑的里边，虽然咱信了耶稣，咱好像咋里边啥、啊、这个神的灵活不来。那我们今天过去那祷告就是满足啥？满足这个壳，就是老我，人的想法、人的标准。但神满足你，满足你，因为人他从出生。他都是以人为中心，虽然信了耶稣，他是咋？都是为啥神透过神的启示来干啥？开始，就是为了啥？人得的叫啥？就是吃饼得饱，这就是人的本性，人的弱点。所以那些个来得耶稣这个，他不是为了得生命，开始他都是为了啥？得医治、得释放、得好出来的。这叫初期信仰。哎，所以说那时候我们的信仰啊，都是建在婴孩里边，每天非常火热，哎，也祷告，没有啥大环境，没有啥一般的事啊，有啥事就找神，给别人一按手就好了。啊，非常火热，到处传福音，到处走，像当年门徒似的，神给他权柄能力，不说要把鬼赶出去，把福音传给他们。
这叫啥神迹时代，也就是啥呢，婴孩阶段，这就随便走。那时候哈、啊、也非常愿意祷告，犯愿意赞美，其实祷告都是为了那点自己那点事儿，在为别人那点事儿。可是现在我们听了有些个福音啊，他说不是祷告的事儿。你看咱起初咱信仰，咱没讲十字架，很多都不讲十字架，他就讲啥呢，好病哎，医治，他也讲十字架，但他不明白啥叫真正十字架，十字架在哪儿啊，他做啥呢。因为咱们看初期啊，他就是吃病得饱，就是为了满足肉体，满足自己。这是进到十字架的时候，这就说你已经啥要往成进入成熟。那耶稣啥，他受死是啥，要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完成他使命了。那进入十字架的功的时候，那就说啥，说你进入成熟阶段。那十字架，进入十字架，他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来，他是在否定你。你看耶稣在祷告说：“不，赏若这杯，要这杯，赏若这个，这杯让我，就是他要，因为他在祷告中，你看耶稣说啥呢？”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你看开始说赏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为啥说还要离开他呢？感谢主，因为耶稣他也是人啊，他也在征战，他面对是死亡，面对十字架，面对酷刑，因为他也是活人，他也是有神经的，他也在啊，在征战，但有天使在坚固他。所以说他也有软弱一面。想说这杯撤去，不按照我那样，按照你的意思，就是他祷告是啥呢，让上帝加给他力量能力。神透过天使在坚固他。所以说感谢主，说我们今天的那信仰，你看耶稣他都啥呢啊，就是他祷告啊，就是和神在对接，就和神啊，在向神说话，是他是仰望上帝。那原来我们这个信仰他都活在自己的里面，这就婴孩。今天我们要转化到生命的里面，这就是一个啥，一个转折的过程。你看看保罗从罗马书开始，从一个宗教教会和一个恩赐教会啊，进到一个生命里面。所以保罗从罗马书开始就是啊，就进入啥呢，解开啥呢，从一个律法里边，从婴孩里面进到生命的里边，这就是啥，进入啊一个孩童间，进到青年时代。青年基督徒啊，这个时代你就不能做啥，总在做婴孩了。为啥神说你们这样行，在罗马书说这样行你们受审判，就是你他妈再那样的做不行了，到尽头了，你再那样做神也不做了。为啥神要离开约伯？你看约伯原来开始他守律法啥，他非常平安，神祝福他，因为他按照神的律典上就行了。那今天为啥允许撒旦魔鬼来挑战他呢？为啥允许撒旦魔鬼控告他呢？你怎么不保护他呢？那起初那魔鬼撒旦他不敢控告，因为有篱笆圈上的篱笆啥，就神的保护，
神的遮盖，神的能力，外在能力。神要不允许，魔鬼撒旦也控告不了约伯。约伯记那神要倒空在里面，也就恩典的审判，因为神要在里面开条道路。这样我们出现啥呢？苦难。很多姊妹啊，弟兄一提到苦难就非常纠葛啊，这信耶稣的信到这程度啊，特别上几天一个啥呢，一个年纪的姊妹给我打电话，哎呀，她说我丈夫去世了，哎，丈夫在没去世之前，他是做有些个就是大买卖的，可是去世以后拉了很多机会，现在的孩子呢给哄孙子，孙子老感冒啊，自己留于上火欠了不少钱啊，有一身病。这儿女一看说这母亲都信这年了，你都信到这程度了，你不敢信了，不信了。哎，他们那个教会的人说 这他犯罪了啊，这不信的有很多因他而跌倒了。他问我说，弟兄啊，我也不会信了，这我这主信没了，这别人看我这样信不来了跑了。我说这与你没关系啊，圣经说牧人被击打羊就算了，我为啥神要击打牧人呢？神要把圣灵降下来给人，因为神，因为亚当神揍亚当夏娃去，神把万有给他，那为啥神要击打牧人呢？神要转换他的生命，又拿走他的一切，神要把属天的万有给他，因为人却被金钱万有而且啥成为捆绑，那为啥神把他丈夫弄走呢？让他失去了一切呢，让他彻底的，因为他丈夫他是他生命中的依靠，同时也是啥，好像信耶稣，耶稣是他遮盖，其实他丈夫是他的，哎，也是一个，这也是个啥呢，管理者，也是遮盖。当他丈夫走了以后，一，为啥他会出现问题呢？出现这样的，说开始他信耶稣，他是很有恩赐，也很有能力。哎，那帮人不少跟着他，就是建造教，他有能力，建造教会啥，家又有钱，有能力，他是做大买卖的。可是后来现在，那为啥那丈夫出现问题了，还有外遇了，还突然出车祸出事情？原来神保护他来的，但他神啥时候离开他也不知道。那主播的信，那主播的咋不保他呢？这时候啥？他进入苦难，就是圣经说，倘若这杯撤去，不按照我这，按照你的意思。耶稣神没把他交给魔鬼的时候，没给他交这个法利赛，他法利赛也抓不着他，因为神在保护他。现在神要把他交给他，交给他法利赛，要说，所以说这样啥呢？魔鬼呢？就控告他。所以今天呢，为啥我们呢会出现问题呢？就是啥，神在倒控我们，神在安点什么，神在我们里面开，他要登宝座，他要和我们一灵，那我们原来的信仰，就是一个啥呢？就是一个外在这个婴孩过程，今天是转化生命。那为啥现在说祷告不好使了呢？不是神不催听祷告，因为这是神的手，因为原来你是按照你的意思满足肉体，你那祷告就是为了你那自己那吃饼的饱。你看看他那些做祷告，啥时候按照啥时候这杯撤去，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他在挣扎。因为神把这个篱笆撤掉了，宝物撤掉了，来啥就开始倒空领导了，这就一个生命的啥历程，进入青年时代，开始你长大成人了，
张大山人你得拿你的经历讲，这叫经历神。因为人呢，咱的信仰他不知道啥的信仰，就是满足自己，自己舒服了，自己得祝福了，眼见那点事儿，啥都好了，就是信耶稣了。今天神那么说的信耶稣啥，是把我们从自我里拯救，恢复上帝道的形象，恢复伊甸园的生活。我们里边多了从魔鬼撒旦来这个就欺骗我们，在我们里边形成体制化这个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啥呢？就是个体制要完全被折断，被拆毁了，重新的恢复了和神以马内利的关系，把我们带到内室。所以这啥，它就有割礼的过程。因为人他被捆绑了，他已经啥被毒化了，所以全世界人都饿在饿在车后中，他和世界通的，所以谁要更新转换哪儿？所以说我们今年为啥你看这个姊妹啊，她出现这个问题，都对她很多疑义啊。她在跟我交通的时候，她别人都定她罪，她哭哭啼啼的。这个现在孩子还老感冒，给她整的是一天坐卧不宁。啊，家里还遇见那些机会，她跟我交通的时候，后来她里面得到了安慰。所以说现在就像啊，我们很多姊妹弟兄，她就像那个约伯的妻子和那朋友似的。因为他看不到神的旨意，他只是看到人出现问题以后，他就拿着他宗教的标准、传统的标准、律法标准去框他，认为他犯罪了。看他表面的现象，哎，人就开始产生不信仰。他不知道啥原因啥呢？他不知道神做事的原则。那为啥耶稣在祷告？一是啥？他面对着酷刑。第二啥？看他为了门徒。为啥是告门说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转软弱了？为啥让咱们让你们去祷告呢？因为那个门徒他还处于啥？他还是孩子的状态，硬汉的状态。那祷告就是啥呢？让他们里边存在一种征战，魔鬼呢让他们离开耶稣，让他们弃掉耶稣。里边他有个律在征战，神也让他们透过祷告，因为咱们都被魂的生命遮住了，只看人看环境，看到这十字架，所以说啊，这些门徒开始就矛盾。哎，所以说他为啥要睡觉？没告诉啥没有的，让他失去能力。所以说耶稣啥呢？给祷告坚固他们，让他们去祷告去仰望啥呢？神。为啥说你心里肉体他就是啥魂地方了啊？他就信不来了，就没能力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环境中啊。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完全，为啥说让你们祷告？祷告，祷告，并不是说你祷告马上成的，它有个征战的过程，也不是不祷告，而是啥，是有征战的过程。说起初我信仰说一祷告就成，不祷告也成，现在是祷告也不成，是这有个过程。因为你进入生命那里边啥呢？神就不按照你的意思了，不按照你的标准了。你看这怎么心里那好，你看看这出现这问题，他说祷告啊，主啊咋不听了呢？咋不成了呢？这孩子也出问题，该说神在击打你。把你的老我呢要钉在十字架上，钉耶稣也是在钉我，让我经历干啥呢？老我死的过程。哎，所以说这时候啥呢？咱们的祷告
哎，所以他就不成了。你看看，耶稣圣经说你们祷告这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愿人尊你名圣，愿你的国家，愿他旨意行在地如行在天，是神的旨意在你们，行。你呢，不是让神在里边行，是我要得。你看，当把神居神的人在里面畅通无阻了，才得到神说你们的日用人见证自己，就是先和神通了，你们的日用人神的见证自己，灵的问题解开了，物质问题才解开了。神愿意把他的永生，把天然祝福是天天赐给我们，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人不圣洁，你不能见神的面，人不圣洁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说我们呢，由于对这个神的心意不理解不明白，因为这个信仰它是经历出来的，你不是学来的。有很多姊妹弟兄他学了啊，天天拿着学的去给讲，因为他没有尝到，或者没有就是讲了和他没关系，像讲历史一样。因为我这啥，从经历中去来去证去醒悟，让我明白神的心意。现在做啥，我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和你们争道。感谢我。所以这个姊妹啊，很久个上天他在跟我交流，我给他做祷告啊，这时候他得到看问，他知道他里边有答案了，有结果了。啥原因？神在倒空他。我说你现在你看到你的苦难，别人肯定因为你不信而跌倒跑了，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吃饼得饱，为了得眼见你，谁要把永远的给你。将来有一天大灾难临到你，瘟疫临到你，大患难临到你，你死不起活不起的，那时候只有神透你有能力把他救出来。因为神今天要造就你成为何等器皿，倒空你。那时候他就不是因为你跌倒，当那时候你完全出来以后，你带着荣耀的大能。你看耶稣还上十字架呢，他是王呢，被耶稣扒掉了，你说受多大羞辱。那门徒都跑了，那为啥到五月圣歌殿下门徒都跑了，都回来了？当时他不能理解，当有一天他遇见神以后，他醒悟了。你看，当耶稣复活，下的门徒吹口气，说圣灵，受圣灵了，这才知道为啥耶稣上十字架。所以为啥人跑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跑了，跑掉了。包括家里孩子啥的，这个亲人都和离开了啊，甚至咱拒绝他。这就是耶稣说走咱们他的三脚，但是不咱们耶稣已经先上了，在用肉体的苦上十字架，咱们是活在基督的里面，他已经为咱们尝了苦难，只能我们在物质上，在我们在生命中有些个啥呢问题领导，咱承受不了耶稣的那个苦难，咱是背你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背耶稣的十字架。那自己啥就弃掉肉体，弃掉老我，有让老我天天钉十字架。耶稣在肉体上被钉十字架，咱们是藏在基督里。耶稣在肉体的死掉，是为了咱们的灵魂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咱们藏在基督的里面。那有些怎么呀，这深一点说，那为啥说那耶稣上十字架，我们怎么就那一就一我们那个不是耶稣说为啥他就把我们带到十字架上，因为我们都是始祖亚当夏娃的后裔，因为上帝造人前就是上就是上帝据亚耶稣没有诞生之前，他就藏在上帝的里面，因为他是上帝儿子。我们从上帝来呢。那今天呢，
那我们这个人呢，都从始祖来就也藏在神的里面，就啊，或者藏在这个上帝的，就是藏在神的里面。那耶稣上十字架了，那我们就在他的里面，我们与他就同钉十字架。啊，这就是今天这个原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接触耶稣了，耶稣的经历了，我们呢，他先经历，我们藏他里面，我们也在经历这个问题。他首先得胜了，我们才能得胜，不是你得胜，你没有能力得胜。因为灵界的问题，撒勒摩是基督来解决的。所以跟我跟他怎么交通的时候，后来他得释放了，他也喜乐。我说神要用你，将来大灾难临到以后，神透你救，救足这个家族，因你使别人蒙福。所以说今天你看到我们出亲爷从前，我们一些信主，不但你好，而且你这亲属朋友都挺好。现在，你现在出现问题都不好了，啥也失去了遮盖。为啥他不好？因为他是你们心里的偶像。圣经说，若不放下父母田产儿女性命，不配做神的门徒。那今天这个问题就帮你放下的过程，是要倒空。倒空就啥呢？让你里边见到的背景都不成为你的捆绑。同时呢，神也在啥呢？透过这个问题让他经历的苦难，也使他们归回的过程。不但你归回，你的亲属、你的朋友和你有关人都在归回。因为他是你生命中的破口，也就是软肋。当他们都归回了以后，你里边这就没破口了。为啥说今天你信耶稣，你不但你出问题了，而且你儿女都出问题了？因为这是你生命中破口，也就是软肋。当他们都进到基督的里边以后，魔鬼就进不来了。这就导致为啥说今天儿女出问题，神才有他的目的，要使他们归回。让你把这些儿女都要包括金钱物质都要交给神，藏在神的里面，魔鬼就破坏不了了。那今天我和咱们的教宗，这样你进到的生命转折里边，进到啥呢？进到环境里边，为啥祷告不好使？这就是啥？神在翻转你的生命，不按照你的意思，因为你那个祷告都是原来都是硬，都为了自己，为了满足自己那点事儿。因为我们信耶稣吧，在平台也好，在教会，他的生命不一样，有的是初级信仰，他就是个婴孩。你看，像那个二成叫啥，聪聪那个孩子，他就是初级信仰，他就满足自己，就是个婴孩，虽然他受了圣灵。他有啥事儿了祷告就是满足那点事儿，这都一个婴孩。你就不能讲十字架，他就没有进到十字架的，没有到那个步。所以说我们今天呢，神当你去经历以后，你面托牧者，你面对不同人讲不同的道，但咱们在讲道中呢，他有不同的领受。所以说每个人他生命的领受也不一样。你这婴孩他就满足自己，你就不能面对他讲怎么治子老己啥，因为他们都是在肉都在开始初期的信仰。所以你看耶稣他面对不同人讲不同道，面对瘸子瞎子他咋就医治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他们这就是他们生命中的弱点。你看你面对尼格迪姆讲啥，他是律法师，他讲重生。你面对那个啥呢，那个财主说你要变卖所有的要周济穷人。耶稣他知道每个人的思维如何去拯救你，你在生命中
和神赌的东西，和神隔墙神知道，所以他面对不人不同的人，他要揭开你里边的事实。为啥圣经说属灵人参透万事呢？如果你没有灵里看见，你不知道这人里边的状态，你怎么去揭开呢？有的姊妹他受情欲的困扰，你不揭开他这个某情欲在里边捆绑的，你不是咱信耶稣我不像大喜哥似的。有很多昨天呢一个姊妹教我，我说我这个祷告不是大喜哥，我可能会得罪你，因为神他要把你里面这些是把你带到上帝面前。但耶稣在要走向十字架之前，他祷告说主啊，我已经把这个门徒就是这些人都带到你面前。今天神透过牧者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人的面前，让把人和神恢复关系。所以说今天呢咱的信仰咱要说你今天经历这个环境问题，可能是我现在就活这里，我暂时听了道后，有的说为啥现在很这个姊妹都听乱了呢？因为他生命不一致，到各种平台听，有的需要啥说得认罪，有的说不认罪，有的说需要破咒诅，有的说不破咒诅，倒是破咒诅是博仇，不过是认罪不认罪呀、啊？你看看当约伯到患难的时候，无论他咋认罪都不成，因为神要倒空他，允许撒旦魔鬼控告，但是呢，魔鬼撒旦控告他是有原因的。那我们今天来，神不允许撒旦魔鬼控告，你看魔鬼撒旦他也控告不了。今天遭遇环境以后，都是有控告，有原因的。摸神透摸咱控告，神要拯救你，因为神是公义的啊，他恩典审判他是啥、啊、他你包你列祖和犯你过失哈、啊、在这后代身上追讨你啊，这一下就追讨，也就是彰显出来了啊，这就是今天这恩典的审判。这时候的祷告他是你祷告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可是啥呢？你祷告就不成，因为神在倒空。所以我们该经历的时候必经历。昨天和一个姊妹讲，我说你该经历是必须的经历的。开始那个姊妹呀、啊，原来我在祷告她得释放，后来啊这一秋她就出现了很多问题，神的一直让我等候，没给她祷告。开始她就跟我犯别扭，说弟兄啊，我咋把你得罪了的？你咋不给我祷告呢？我说咱不认不识的，你得罪我啥？我是，替神工作的。什么样感动我？我问你祷告，我也不知道，我也神不启示，我也没有。因为今天神透传达把基督给你了，是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的神。那为啥神不做呢？因为你。咱们想出点事儿，你马上，哎，弟兄啊，马上快给我祷告！我咋的？我咋软弱，一点力气都没有，啥都不成了呢。特别昨天有个姊妹是北京的，哎呀，弟兄啊，现在我咋的？我感觉我还没力了呢，没能力了，啊，好像啥摸不着神了，啊，里边啥都没了呢。那为啥啥都没了？那就证明你里边以前见到那不是从神来的，啥都没。我说你这是灵性枯干的问题，啥叫灵性枯干？谦卑的过程，让你认识自己也认识神，让你认识你自己，原来你里边不从神来的，他都拿走了，让你知道这一切荣耀权柄都上你，不是你的，让你经历枯干的过程，你没可骄傲的，你没可夸口的。啊，这时候你再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说，
啊，你才感觉啊，这能力啊，这个带领啊，启示啊，这热心呐、啊，啊，包括这个爱呀、啊，不是从我来，是从神来。啊，这叫啥？这叫生命。那你以前的那个热心呐、啊，都是掺杂，都很多都是从人家来的。那光进来了，就基督进来了，你人的想法、人的标准拔出去了，是你脱离了捆绑。是你的想法、你的标准、你的热心，他不捆绑你，神的灵充满了，神的灵，要充满你，这样啥就有里边有枯干，枯干就我的东西在里边消失，我的东西他不捆绑我，为啥怎么睡不着觉？就是因为我的东西太多了，那光来了，我被折断了，黑暗全是在我里边被折断了。因为这个灵性魔鬼透过啥？你透过这个人的标准，要耗尽你，把你带到，就要带到死亡，带到地狱去。但神为了救你，所以啊，昨天后来这姊妹当我一交通，她明白了。啊，我说神为啥让你有病？不是神让你有病，神允许撒旦魔攻击你。圣经说若不犯父母天的儿女性命，这个性命就人的肉体帮你放下啊。后来他明白了，当他明白了以后，他里边也就亮了，他说我开了，我明白了。因为上一天他跟我一件啥别劲，所以说他里边就出现矛盾啊。当神说我这周一给他祷告，是他是上周一上周跟我说啊，他里边开始他不高，后来他也明白了，明白放下了。因为神呢、啊、他做事有定时的，咱妈妈出问题马上扣个祷告吧。为啥祷告当时有的没好？因为那个时间段不对，他没到尽头呢。那神既然让你有疾病有患难，他有他的计划呀。你往往啥？你不明白神，你破坏神的计划。就该孵小鸡儿，他没到那个时间，你就把小鸡儿抠出来放风，他不就放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明白神的心啊，出现问题啊，就想啥？就想解决问题。神既然让你出现问题，就是他有他的每一个计划。咱不想让上帝成就上帝旨意，神让你醒悟，为啥我人生出问题？为啥神今天让我出现问题？对我人生有啥益处？你不知道啊，神就让你醒悟，让你掌握这功课呢。你不想要这功课，就想解决问题，这就咱今天的信仰。不明白神的心意，神没有丢弃你。以色列法亚法老亚各四百三年，神没有丢弃你。因为没到那个时间点，你看当耶稣他上十字架要上审，门徒呢都散掉了，有的说那个，哎呀，你看现在我软弱了，我出问题了，这教会这帮人都跑了。你看耶稣上十字架，门徒不都跑了吗？那为啥要跑了呢？因为神要把圣灵给你，因为牧人要上十字架是啥？牧人要经历干啥呢？苦难的过程啥？神要从里面活出来。因为牧人也是开始，为啥这帮人他都跟你跟牧人一样呢？这么软弱，都活在肉体中，这叫婴孩。牧人也需要悔改，牧人他也需要过程。牧人上十字架中，他也是在啥呢？要进入新的时代，进入生命转折的过程，啊，进入生命造就的过程。牧人被击打，进入苦难，他进入拆骨破碎，重新的呢，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那起初他也在肉体会。所以牧人啥样，带着门徒啥样，
那耶稣他是完全的，但是他是要他要经历这个问题，经历的过程。那咱们有很多为啥这个牧人出现这个问题被击打，把这帮羊都赶散了，因为他们都吃饼得饱，让经历苦难就牢记倒的过程。你牢记不倒，你里边没有路，神的能充满不了你。神把牧人击打了，让牧人离开了教会，人都跑散了，你也像当年门徒似的都跑了，跑了这不是啥呢，他失去了遮盖。那圣经说魔鬼用筛子筛你们，你看原来耶稣的活计他都不是，就是管理他们，魔鬼管魔鬼呢压制不了他们，有啥事就找耶稣，就给他不解决了。耶稣走了，这件事他们就很啥绝望了。但耶稣复活向门徒吹口气受圣灵啊，其实耶稣没复活之前他们里边没有圣灵，就是他们都能外转着信耶稣。当复活向他们吹口气受圣灵啊，这时候里边被圣灵充满，里边被圣灵充满了，但是啥呢，外边还没给他配上警服去保护。那说啥呢，魔鬼就开始啥，就筛他们，就是老攻击他们，老拆毁他们。为啥耶稣四天向他门徒显现呢，就为了坚固他们。这四天干啥来了，就是倒空他来，倒空谁来，倒空门徒来的。如果耶稣不坚固他们，他们就失去了信心了。当五蕴圣鸽子降下以后，神就给他配在外在的恩膏了，也就能力了。他们被圣灵不再披上恩膏了，就被圣灵洗了。啥叫被圣灵洗？就被神洗了，被圣灵洗，被圣灵啥浸了，浸透了，就没有我了。这时候开始他才能啥呢，传福音。圣灵的洗礼是得胜的洗礼，在以前做的是成圣的工作，成圣和得胜是不一样的。原来是他们都很软弱，当五蕴圣鸽子降下，他们就不软弱了。啥人被圣灵洗了，有我的存在他就软弱，有我的存在他就看环境。当他被洗礼了以后，他们就有能力为主做见证了。所以咱们信仰它是个全部过程。那为啥是有的姊妹是他反对呢，就是他就像小孩，他就活，就是你一年级二年级他就在这个水平里，他不知道大人是哎，他接受不了啊，他就啥呢，他就活在这段里。所以这样啥，你就在生命中就产生不同的反响。你看到你进入生命进入啥活的系列啊，就是生命系列开始啊，人进入了发言祷告，这开始进入得胜。再关于恩赐的问题，那起初这恩赐它就是个婴孩，哎，有很多恩赐在里边彰显，其实那啥就是神在抱着你他在做事。真正的恩赐是五旬节圣灵鸽子降下，神按照他的心意分赐给你。有做牧师做长老啊，什么医治的啊，什么说方言的，说预言的，还治理的，这个恩赐一定要受圣灵的掌控的。现在很多啊，在啥呢，在这个训练恩赐，其实恩赐是神按照他的心意分赐给你。有很多怎么得要要完了以后他不胜任，为啥，他不是做那个事的，因为神按照他的心，你做手做脚按照他的心，他知道你要做，他有命定，因为他按照你，他按照他的命定，他知道你生命中做啥，神就给恰到好处的他给了你。同时呢，受咱们受圣灵的管控，在基督里见到啥呢，属灵的房屋，在基督里呢成为一个啥呢，灵宫，在肢体彼此联络，
免得乱，要不然的话，那你说都剁手都剁脚，他就乱了啊。特别有很多平台在训练次，训了半天，对，训了训了，纷争嫉妒论断。今天一些都最主要偷完次要啥呢？张爷，生命张爷是啥？神偷完次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人恢复上帝行列，偷完次帮人进到福音的里面。你不能把福音恩赐仗着就是高举起来，让人都高举恩赐，啊，老举越来越大，最后啥呢？嫉妒纷争，像哥伦多教会。所以我们非常小心。神最主要是啥呢？要把生命给我们。那圣经里说是只等那个完全来到了，恩赐就废掉了。那就是你基督来了以后，这份恩赐啥都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的信仰，我们当我们去醒悟的时候，我们里边不是复杂，而是越来清醒了，明白了。所以这样知道我们有的啥时候祷告，啥时候不祷告。当你明白福音经历了，就知道啊，他这个姊妹弟兄这个讲道人他讲的为啥是这样，那个讲道为啥是那样。啊，你就不乱了，要不然的话，他就是啥？你看，当六波苦难转回以后，完全进到生命的里面了以后，那里边再出问题以后，那你就啥呢？你就必须得祷告，向主认罪悔改。为啥？你在基督，因为在基督里没有瑕疵，你出问题你必须啥呢？必须认罪，要不然的话没有控告你。神透过魔鬼控告就让你归正你，因为你这个犯罪以后，魔鬼有合法权有啊，权力挟着你，你要透过这种挟制呢，你让你啥呢，你就在管制你，不然的话没有魔鬼三的控告你都不认识自己。所以哪怕出现破口以后啊，你就知道了啊，为啥我会受攻击啊，你及时的承认了以后，神在十字架赦了。哎，有的姊妹弟兄在讲道的时候，哎呀，说你一直发你认罪，你又活在肉体中了。你要做实际上说成了，你罪赦了，没罪了。可是没罪，为啥我还老出个问题了？就没结果了。完了，有的说你死，你个就到死了，那个是假的，感谢主。发现有一天以后，里边越来不通了，有一天走通嘛，都没有路了。这恩典福音吧，就是一个啥呢？就是一个报恶，但它也是个灵。所以说这样的，有很多人宣那种恩典福音里就是啥呢？说成了，罪赦了，与你没关系了，自由了，啥都让干了。你看这样啥呢？你虽然做了恶事，他说那你我罪赦了，耶稣实际上成了，那不是我干的，那是那个肉体干的。那为啥他的好事是个灵？因为魔鬼他把你在往到错谬的里带，那为啥他末世代有很多啥就假的娶了以后，那为啥好病？因为他也有能力，还有大神迹呢。很多认为有神迹了，这就是信耶稣了，就是对了。真正的幕后大神迹啥，就是生命转化，里面有平安喜乐和神生命对齐。神是透过神迹让人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不是搞纷争。可是你有很多怎么弟兄，他里边他有很多的纷争啊，嫉妒论断呢、啊。哎，他要么说是在哎，说人这多，你看人这个信多好，你看人讲多好。啊，神迹奇事啊，一病各方。可是你里边活在那种纷争啊、嫉妒里边啊，活在那种苦难啊，就是个罪的里面。你生命没有转换，你总在认为这个神迹呀、天天呀、这个又这灾难那灾，天天透着灾难吓唬你，啊，你以为这就是这就是对的，啊，你看这多属灵，你看多有能力，感谢主，咱不要被这个欺骗了。
亲爱的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感谢这些年间我们很多活这种错呢，我不知道的，可以像孩子一样啊，活在那种虚妄的里面，没有办法认识自己，也不明白圣经，也在平台中也听了很多道啊，听着很多乱，听着混乱，在不同的层那种我们没有分辨，导致我们呢灵里混乱，信仰呢不能坚固。不过今天透过你仆人啊讲这个道，归正啊就我们里的信仰，使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明确，同时要把里边能够不明白都要逐渐分辨出来。信仰它是一个啥完整的过程，而不是断章取义。让我先生感谢和赞美，因为黑暗权势啊这种欺骗啊，他就是把我们陷在那种啊断章取义的里面，使我们在教会中要彼此纷争，最后都陷在罪的里面。如果你今天末世的兴起更多的门徒来代替你，来成为你合用器皿，将真理的奥秘要显明出来，来揭开灵界的事儿，解开我们人生困境，把我们带到祝福的里面，带到天上。谢耶稣倾倒的时候降玛纳喂养我们。阿门。以上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名求，同时呢在祷告中有错谬和不完的神经来纠正来改正，谢神，哈路亚，阿门。妥了，我们感谢神，我们共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